这好玩的这个，我操！他小名应该叫宝宝吧？宝宝，没有，我觉得宝宝可能是我们公司的宝宝，有小孩了估计。完犊子了，这他妈的小孩都有了，我操！刚刚在洒水车那里。哎，美女，宝宝呢？什么宝宝？啊，不是你在车里面，不是写了宝贝儿，宝贝儿在车里面吗？这里面，不是宝宝，你就是宝宝啊。宝宝，哦，没有，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女主播，也叫宝宝。哦，你在直播吗？嗯，对对对，直播。嗯，这道具大号用过，这个车吗？还要道具里面点吗？啊？没有，我看你就是没有，我是搞那个的，我是搞那个就是，对，直播只是一方面，我自己开一家理发店。你粉丝多吗？粉丝还挺多的，没有，我自己开一家理发店，我看你这形象气质特别好，就以后就可以请你。对，没有，我们是搞一个网红理发店。哦。就是说我们会请一些女孩。你们那做头发就能成为网红吗？没有，或者说你做头发就给你免费，就让你请你去当我们的模特。就是我可以帮你免费做头发，染色呀、剪发呀、洗发呀，终身免费。啊，我怕你把我头发做坏了耶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这专业的，你看我直播间，你看。那我要怎么相信你呢？要我直播间100多万人靠看着我直播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给女孩做头发的话，都是绝对 OK 的那种，知道吗？怎么样 OK？ 你能把我做成杨幂那样吗？你那是整容，我们只是做发型。你。是啊，没有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形象气质接近嘛，不是说要你就是做成那个跟他长一样的。没有，形象气质绝对没问题，真的是绝对没问题。那咱们加个微信了解一下呗。我店就在那个，就在那个就是五一在五一广场那个就是。我现在也在做朋友。啊，可以可以。那我扫你吧，这个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这拿下手机。外一是姓杨吗？没有，姓易，容易的易。姓易啊，容易的易。易中天的易。易大师。哦，易大师，不必大可不。没有，这个易这个姓很少，很少见。很少吗？嗯。感觉在湖南挺多的呀。湖南多吗？嗯。没有，我看的比较少。你是长沙人吗？长沙本地的，对，长沙本地的。哦。本地的。哦。哇，这好冷啊。哎，你先通过一下呗，我这个。忘记了，一般在外面加微信都是扫了之后不通过。这是扫码不通过是吧？哎呀，坏得很啊你。哦，我通过了啊。你要求一句就通过一次。万一。